是我赢了。啊，这么帅，是我。等我，等我。哎，那谁，来，过来打。啊，等一下，我要防了。好，好专业的管事。原来只是个花瓶子。哇，你打球好帅呀、啊！昨天看你发朋友圈的视频，没想到你打球这么厉害呀、啊！对呀、啊，是捡的好吗？哎呀，怎么那么谦虚啦？我爱说实话。昨天都看到。难道这小子好卑鄙啊！张大舅，我帮你们吧，专业的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我拍成这样了，就是嘛，我故意的。啊啊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这是华为 Pro 70 Ultra 拍毁的构图不好的照片，可以用它的 AI 构图功能修复，被骗都能救回来。怎么救啊？拍完直接打开相册，选好你要修的照片，然后调整大小和位置，就可以点击这里的 AI 构图处理照片了。出来了，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一些滤镜，然后保存到相册就好了。哇，这个呢，我第一次知道哎。嗯，拍的好好看啊！还能这样。想不到吧，这次看怎么怎么往死啊，不会进的。哈，哇，好自信啊，真的被他撞到了。完成，把球给我，把球给我绝杀。我给你单挑。我得只去一步，是我赢了，是我赢了。啊，这么帅，是我帅，其实很简单。钟哥，钟哥，要帮我拍到几张照吧，大大。